内院副导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要早一点讲到比较 key word 的东西？因为照理说，我本来看到他。哦，你那一段用完了，好吧，我们要再编大概六句以上，因为这样我很早躲的话，会不会看起来好像他一讲话，我好像更不知道什么，我就在躲他的感觉。记得吃，我的词就是我知道，明天我一定会下手的。对，我们刚刚只是就只有下手，改成是然后呢？我一定会让，还是我讲明白一点，明天寿宴的菜我一定会动。原来词是什么？明天我一定会下手的。然后呢？可不可以说要搞垮后？然后后面有啊，明天我一定会下手的。我一定会让老缪和霍廷恩死得很惨。有带到这个，才会躲。对啊，这种死得很惨，这种对啊。嗯，如果慢一拍呢？如果是稍微慢一拍，让你听到这个嘛，老缪霍廷恩死得很惨，是比较 key word 的东西。我知道。我一定会让蓝缪和霍廷恩死得很惨。厨房我比你还熟。明天我一定会下手的。下来就变这样了。会走，走走就变这样。好。好。嗨，我接一个放长线钓大鱼哦。放长线钓大鱼啊。照刚这样听。背后一定还有个主使者，而且他明天一定会出现。不是我的员工，就会是我的家人。你怎么还在这？我刚送蛋糕来，还没走而已啊。这份我没有，看完他给我一个回头，因为韩立秀很漂亮，你就好小心坐回头那边。我们你不要看那边，我可以。不要反了，没，他刚灯那么漂亮，他应该做的，你应该自己回来给小雨拍一下这一面帅的，后面有灯吗？小心替他们输，对，小心他。啊！你最后的时候没有啦，你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可以转回来的，没问题。帅一下嘛，好。你的意思说这面好看，对，那我转回来。那我们要多聊些什么吗？看一下，你跟我讲一下，这没有问题。不然就把那些表情、尴尬、互等、理解都把它稍微再拉长一点、足一点。应该说那个情绪要突然降，然后要转那个太快，所以说中间放慢一点点，都拉长，拉长一点，让那个突然你进来这个东西不会这么的或什么，然后做表情。我可以让他的时候，我可以再给他一点空间，我再接了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好啊。你说范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？他先不要那么快拿出来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欸，你知道吗？刚霍廷恩他准备要跟你讲什么？刚霍廷恩他，我直接给收到话，他刚，我刚霍廷恩他送我，不会太长。刚霍廷恩他，他送了我花，然后他又自己生气。对，那我可能就不会回答你，因为花其实是我送的。我可能笑一下，就说那，然后因为我可以顺便解释给你听，花是我送的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你可以接。好，我可以听一听，听你讲完笑一下，就给你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找，把一些空间多给他一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。